Hello，小美，今天是2020年，我想一下，2021年3月19号，礼拜五，现在时间大约是晚上6点半左右。今天阿婆跟同学在中立大学吃午餐，然后吃完午餐，吃到2点半就去中央大学玩，然后在那边吃很有名的松饼，一直吃到5点半多，然后才回来，然后在车上打电话给Jimmy 的妈妈，问他们在哪里，那他们在车上，然后我差不多6点10分的时候到达一楼的大楼，然后接着就上去看到了 Jimmy 跟妈妈，然后 Jimmy 有一个好棒的玩具，是过年的时候用压岁钱买的，那刚刚在那边组合了一半，现在带到店里来，因为妈妈要在煮了一些，然后带到店里来，因为妈妈到店里面要工作。那今天阿婆要住在中立 Jimmy 妈妈的家，对不对？ Jimmy 也会住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开心哦，因为上次见面是过年啊，对对，因为你在这边，然后阿婆今天晚上也住在这边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心吗？开心，我也很开心哦。那今天看到 Jimmy 好开心，上次看到他是在初三的时候回来，对不对？初三回来，然后初五的时候，那个小阿姨跟 Toby 跟橘子他们也有回来，然后到现在，对，一仗好久没看到了，现在又看到，好开心哦。Jimmy 现在是小学一年级下学期，看到 Jimmy 我每次都是宇宙无敌开心，对吗？是不是？然后 Jimmy 现在这边继续的玩，然后妈有做了一个新的那个名片，对，很漂亮的名片。OK， 然后看一下妈咪的店，找一下。OK，Jimmy 说拜拜拜拜。Bye bye.